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，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平民百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。啊，你今天来干嘛？我来干嘛？我来干嘛？好了，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。他早来，我就来了，我不知道我来干嘛。这么好久、对啊，没有，我今天是要来找你来吃饭。很好，我喜欢。可是我们今天其实要比赛大胃王。你那小鸟胃说大胃王，搞不好以后我真的可以吃100碗，好不好？你要是吃100碗，说我就捐1万。捐你1万？捐1万什么台币？捐1万台币给喜安儿，100碗哦， 一次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，我要请你吃的东西就叫这个表表面，而且它有很多口味哦，就是叫做地表最宽的面条。你这个吃一包你就吃不下了吧，大胃王？绝对不会，今天绝对大胃王 ，OK？ 不可能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菜，请问你等一下要煮几包？就是你吃2个，我吃2个这样子啊？我一个人就吃4个人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去煮。好，来走。你在干嘛？还有边煮菜边玩游戏的，哎呦，很尴尬，很不专业。我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很自然，就譬如说有些主厨他们煮饭都喝个红酒，要听个音乐，然后我就是打个游戏，然后对。想看更多阿菜煮面的爆笑片段，可以去平民百姓的频道。你们看，我们已经煮好了。看到没有？有没有很多？这已经是超出我平常的那个食量。这食量吗？对，你看这面，这个也太宽了吧！真的超宽的，超级宽哎。很 Q 啊。嗯，这个口感除了 Q 以外，面条因为它宽度够，所以你吃起来跟一般的面不一样。那个，我不会讲那个甜的，那个甜味有点咸甜啊咸甜的感觉。也很好吃哎，好好吃哦！像我们这样煮10分多钟，我觉得这口感 OK。看人吧，有些人喜欢吃硬的。对 ，OK， 我现在帮你加特别的料。我没吃过加洛里的 ，fusion 料理。fusion 是不是？fusion 啊。不好意思 ，fusion 什么意思啊 ？fusion 就是异国料理的意思啊，这边教大家。有没有一种特别口感？有，就是洛里啊。可是酒混在里面，就有觉得说，哎，有一种异国风情的感觉。是这样啊。不是心理作用，不是啊，我觉得它面比较好吃哎，我觉得洛里好像还好。哎，各位朋友，这真的很香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留言，或者是到我 Facebook 去按赞啊，他得帮他按个赞。然后呢，我做抽奖，这真的要让他们试吃一下。大放送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大放送啊！哎，你现在去厨房帮我拿一个那个汤匙，汤匙哦。谢谢，人好好哦。哇，好爽啊！是不是？哎，真的，一加蛋黄更香浓哎，很好吃哎。你确定你吃得完吗？是，我都很吃完。我现在已经快要到最后一口了，我去拿个卫生纸。哎，你觉得我这迈向大胃王之路怎么样？我觉得有机会。哎，有吗？等一下，你刚叫我去拿汤匙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是把面捞过来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好，没事。你看到什么？没有看到，只是我就思考，奇怪，应该没那么快才对啊。王2019年超新星要出现了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阿根廷吃完的丸子应该怎么讲 ？Terminé，Terminé，Terminé，Finished。那我这边要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刚去拿汤匙的时候，你弄了很久，我就知道。
拿那个什么那个卫生纸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塞过去的时候，可是我一塞过去的时候，我想对我面为什么变那么多啊？你还是吃完嘞、欸啊，表示你说四包你是有可能吃完嘞、欸。对啊，它是好吃，不好吃我会吃得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这就是我们超棒的地表最宽棒棒面，如果你们都想尝试的话，或者是你们要买来送给隔壁邻居爸爸妈妈当做礼物都很可以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把它分享出去给大家看看棒棒面到底好不好吃，然后有什么新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今天收看，喜欢我的话可以 follow 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还有把小铃铛打开，要记得也要按我的铃铛哦。他刚很努力的吃哦，对，真的很好吃啊，各位。Honey, where did you get these Beyond Beyond noodles? They're really good. Don't touch my noodles!